我大楚国胜无双，却没有无双之气。此等废物留待何用？臣只道一人，定可为大王打造出无双之气。剑乃君子之兵，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。如今吴楚交战，我身为吴人，岂有为敌国铸剑之力？ 楚王害死了爹爹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子啊！娘，楚王暴虐无道，连年征战，大兴刀兵，无辜百姓沦为刍狗，本君何尝不想杀了他？是啊，想必要杀楚王的人会非常多。大楚的皇宫啊，戒备森严，就算是天下第一剑客，也未必能刺杀他。纵使他专横暴虐， 他依旧是我的王，你一日不死，孤就一日会得安宁。你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此王，他武艺高强，你区区少年，你何以杀他？人，左边为人，右边为二，可见人中有两个人。 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别人。剑照人心，再好的剑，也要看为谁所用。生于乱世之中的人，往往不太怕死，因为死了便死了，了无牵挂；而活着的人， 却要背负着那些死去之人的愿望，继续苟活于世，生不如死。